这样快速上路，30分钟让你一路畅通。老板，早。早。哎，老板，你们今天什么好吃的早餐？有啊。这里是什么？蛤蟆汤包。蛤蟆汤包。哎，汤包还有蛤蟆的，不是都是那种什么蟹黄啊，或者是鲜肉汤包啊？最多我也是只是吃过丝瓜汤包。哎，那刚才就贵贵啊，台北的汤包都好贵，一笼那180-200块不会、啊，蛤蟆应该也很贵吧？蛤蟆是我们在地的产品，不会了，因为我们是富比加工产品，不会贵。啊，差不多给小西瓜这。一笼40块。40块？要割啊？哎，好便宜哦，一颗不到10块钱呢，哼。哎，那这样子，跟我喝下。安怎？我袂歹。真正啊！我今仔天请你吃饭啦。请我？我刚好自己要早餐。自己要早餐是不是？那我们就一起吃。我刚拿出来。OK。哇，老板人怎么这么好？所以说来早餐店了，要刚刚好遇到老板在吃早餐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傻逼主请客一下。本来是我自己要吃的早餐。哇，一笼美加红盘哦，好香哦。很诱人呢，很诱人呢。哎，可是像我用你的筷子会不好意思。OK。一人一。他吃那个蛤蟆汤包啊，要加什么东西吗？还是不用？先加原味的。你先吃原味的。原味的鸡骨汤。哦。那汤汁。汤汁怎么就吃下去？你先咬一小口。薄哎。鸡汤汁。先咬一小口。因为很烫。很烫。鲜美哦！我的妈，用蛤蟆做成汤包，虽然有够奢侈，味道果然鲜又甜，但是整个蛤蟆在哪里呀？它里面的馅是猪肉、蛤蟆豆，还有菜，它是机器搅拌的，所以它比例有的时候不太不平均。搞不好一颗里面有两个肉，搞不好没有，不太一定。它主要是它汤汁。汤汁。它那个蛤蟆汤包里面都不加水，不添加N8位数。所以我刚刚喝到的这些汁，全部都是那个蛤蟆的味道。对对对。哇，这样子也很抽笨呢。那每个都先吸汤汁就好。对，我先吸汤汁。难怪这个汤汁哦，吸起来就是比我们一般的那种小笼汤包的汤汁吸起来更甜，不是加糖关系，也不是加味精的关系，就是我们蛤蟆天然的那个甜味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哎，你这个面皮有跟我一般吃的那种汤包的面皮也不一样啊，它吃起来比较 Q， 比较薄哎。对，那面皮是米做的，而且它里面用很多的蛤蟆汤汁进去搅和。连面皮都是用蛤蟆汤汁，因为我们普通一般那个面皮不是就是那个面粉。过那个水，对对对，你是完全是米呀、啊？对，完全米跟那个蛤蟆汤汁都完全不加水，也不添加N8位数啊。我们这边在地的蛤蟆汤汁，说100斤的蛤蟆只能取8台斤的肉，为什么？一斤的汤，很珍贵。对啊，它壳比较重，壳比较重啊，所以就比较费工，就是重那个壳，然后那个蛤蟆肉取出来啊，只有多少？8台斤。8台斤。那也有够，要肥数有够才有8台斤。肥数有够哈，但是你选的肥数都是有够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这样一到40块，3×5×6颗，还是真的很便宜。主要是要推广产品而已啊，三日产品呢，又好吃，不然叫我来2笼好了。好，等一下小姐饭。我真的是好玩，干什么？为了开创蛤蟆的商机，原本是鱼会鱼师班班长的林大哥，针对现代人的口味研发出独一无二的蛤蟆汤包，加上传统的酱汁蛤蟆和特制的海鲜饼，这些具有海靠饼的产品，不但打开了台西蛤蟆的产销知名度，增加渔民的生计，也让外地来的游客有机会能够享受到道地的海靠美食。为什么要想吃到这么好吃的蛤蟆汤包？会台北吃不到怎么办？哎，李叔，要吗？不要紧，吼，今麦有礼盒啦，看一下，这礼盒啊，吼，都帮你款好好呢，有没有？整个礼盒里面啊，噔噔噔，蛤蟆汤包，冷冻之后你回去啊，只要丢在微波炉里面啊，或者是那个蒸笼里面啊，稍微蒸一下就好。啊，除此之外还是可以很好吃的。蛤蟆饼，然后除了蛤蟆以外啊，里面还有一些海鲜的料理，营养很正的呢。看这个，吼、哦，腌蛤蟆下酒的小菜。所以说，这个啊是小鹿自己带回去吃，然后这个蛤蟆啊是爸爸配那个下酒的小菜。这个呢是给我妈妈吃的，你看有没有？全家大小都顾到了，然后也是哦。除了这些以外，还有很多东西可以选择哎，好好，通通都可以请老板宅配哦。要发现新大陆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小酒嘞。
怎么感觉想看看看啊？喝酒了起来。看看这个，哎呀，小姐，吼，快上。虽然中秋节过了，但是这个香肠也是大家的 home one too， 所以总而言之啊，这边有很多东西啊可以让你选择，常常都可以带回家哦，太棒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选了。台靠米的海鲜特产是不是让你很心动啊？别担心，米咖包卫星保利龙礼盒低温宅配帮你保温到家，只要订购2000元以上，运费林大哥还帮你出哦。台西是云林最西边的乡镇，大海是它的邻居，只是居民讨生活的地方，这是游客拜访的首站。